单女士的儿子今年12岁，读小学5年级。为了方便联系，她给儿子配了一台手机，放学写完作业后才会给他。孩子平时玩手游也不多，都爱跑出去玩。前天我看了一下他的手机余额嘛，有400多。那么平常小孩子他有一点点红包啊什么的，有点压岁钱什么，没有在意。然后昨天去看变成800多了，我就在想他钱为什么会多起来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明细，那一不看不知道，一看他就是从我手机上转了，就是近期转了3笔，每一笔1500。三笔转账发生在8月底和9月初，都是从单女士的微信转到她儿子的微信里。单女士说，聊天记录里没有这些转账记录，之前她也就没有注意到。查看儿子的微信账单后才发现，有不少几百几百的扣款，不过看不到收款方。问了一下，全部是冲到这个水晶城3楼的那个超级伙伴，就是玩那种游戏嘛。他说的，同学叫他去办一张卡。他怎么知道密码的这个过程？密码应该是，就我认为他是不知道的，但是他小孩子可能偷看我那个，就是操作过，偷偷记下来了。就是从我这儿转到他的手机上，然后他的手机再去充卡。在这家超级伙伴的门店有不少儿童的游乐设施，通过充值换点数就能开机游玩。单女士算了算，孩子8月份开始充值，消费了将近3700块钱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源源不断的充，没有任何的说，就是有什么样的关卡或怎么样，没有任何的，就都是顺利的。他一来他就说我要充个会员卡，我说我们这边要充会员卡要充500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知道的，我跟家长说好的。我说那你就跟你妈妈打个电话。然后他就是走过去转了一圈回来了，他说我妈妈电话打不通，他说我爸爸也出差去了。我说那就不好意思，我说给你办不了。他说我跟家长都说好了，我说这手机上有记录的，我说那你给我看一下，上面是有家长的这个转账记录的，然后下面写就是任你支配。收银员说，凭着这个信息他才会给孩子办卡。不过单女士找出她和丈夫跟孩子的聊天页面都没有发现相关的记录。收银员还提到，单女士的儿子一般都和几个小伙伴一块过来玩，办会员卡之前是往临时卡里充钱的，每次都说和家长说好了。这个是不是还是应该跟家长他本人当着电话也好，这个确认过比较稳定？因为这个电话确实我们也不知道啊，这个家长的电话是多少啊，这个也是涉及到个人隐私，我们也不方便去啊，你妈妈电话是多少或者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尽到告知跟提醒。像这样的事情呢，我有几个疑问啊。第一，你的钱是怎么管控？他怎么会有钱来消费，对吧？第二，那么小孩子日常的家庭教育当中一贯的这种谎言、谎话连篇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家庭教育的问题。那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你把所有的责任问题推到我们商家或者推到其他人的身上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单女士希望门店能退还孩子消费的钱。王店长说，正常情况下在门店的消费记录是能看到收款方的，单女士得核实一下钱是不是花在他们这儿。按照目前能查到的这张会员卡，她只能答应退一半，250块钱。后来单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商场，三方约定改天再做一次协商。1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